你看我们这里面，你看有一个细节啊，有一个著名的明星啊，丁程鑫，他也参与了咱们这个片子，但是他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在校学生一块来的，就是我们拍的时候拍得挺漂亮，但是到后期的时候，我们刻意的用了他比较虚化的这个镜头，因为明星太出名的时候，让观众看这个片子的时候，他会出戏，对，出戏，会出戏，他不会被你的情绪带动走。那今天既然来到这儿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放一下那个没有模糊的画面，让我们看一看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还是挺帅的，这个没有模糊的。是帅的，是帅的。这肯定出戏啊！再看一下。他这个时候他在磨冰刀。对，这是一条素材。